2013秋冬趋势，在各大秀场上，大牌们的走秀也许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答案。无论是花呢套装、花呢大衣，还是花呢连身裙，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秋冬花呢面料的绝对定位。这些以灰色为主、不乏亮色呈现的花呢，通过多变而时尚的款式设计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秋冬季的暖意。粗花呢的质感更偏向于稳重而文雅的气质，而运用粗花呢打造时尚王国的奢侈品牌 Chanel 已经将粗花呢与箱型廓形外套融为了一体，创造出一个时尚神话。Chanel 2013秋冬高级定制秀场在巴黎大皇宫举行，世界顶级超模齐聚一堂，有老佛爷的超强号召力，前来捧场的明星嘉宾自然不在少数，周迅、林志玲、 Rihanna等国内外明星纷纷现身，每位女性的造型打扮都非常体现经典的 Chanel 味道。老佛爷称这场秀为旧世界与新大陆， T 台布置成了古罗马的废墟歌剧院，残破的舞台连漫揭开，展现出闪亮的21世纪。延续秋冬高地一贯作风，依然以经典粗花呢套装开场，老佛爷以中性的廓形、充沛的活力以及振奋的摇滚风格系列，传达出当下的精神和妙处，粗花呢随处可见，同时还加入了立体印花、手工花呢等手法，铺就的亮片织入金银线的细纹软泥被老佛爷称之为星辰的光辉，在经典的软泥基础上选用丝缎、薄纱、乌干纱等金银面料，展示现代女性独立优雅的知性气质。最后秀场以几何线条、未来感的礼服结束，暗示从传统到未来的变革。小马哥引领的睡衣热潮在2013秋冬季仍未消散，原先只能在闺房里发挥作用的睡衣，如今可以出现在各类场合中，在细节上加以蕾丝、雪纺、刺绣等装饰，让睡衣装更具华丽与复古的气质。